Hello， 大家好，这台是猛士越野车。虽然今天没有去阿拉善，但是我们也找了一个能越野的地方。下边就是越野赛道，这里边随便越野，沙丘都是沙丘。这是我们的房车小院，这大院子了，小院房车大院，十多家。这个视频你们最受关注的就是这台车，这是一款军用版的猛士改装的，哇，床车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看这是它的外观，我去，看这，那肯定的，这上面干瘦的，这上面都是去那个小卡车的。看一下它内饰，这车有什么功能？摇把、升降窗、手动挡、手刹，我去，这么多机械钮，屏幕，我、哦，居然后边还是个大床车，可以睡觉的，四座，这么大的车四座，中间仪表盘这一块就占了七八十厘米，太霸气了这款车，喜欢这种生活的。点个赞吧。